小雨现在去看一下。哎，校医在，你去干嘛呀？我有事要说。集合。刘洋洋，过来。念。 请愿书。 来，跑了这么多圈还能游泳，我真怀疑你吃药了。不说这个，我其实想来问你为什么不签字的请愿书。 我看他们好像都签了，就你没签。你觉得呢？喂，谁？干嘛？喂，我谁？喂，放住！放住！
你还知道来呀，小敏呐，你给我惊喜来了，真给你个惊喜。在你迟到这2个星期，你队员可没闲着，刘大冠军，新官上任。 有你吗？有点意思。要不是校长一贯迷恋冠军效应，你觉得你能这么容易蒙混过关吗？不是，你觉得咱俩这么长时间不见了，一见面不是威胁就是恐吓，你说你干嘛呀？你打起精神吧，尤爱涛。 男一对你还能慢慢来，刘丹那孩子呢？你打算怎么办？你不说我都忘了，他还在这实习呢，他怎么样啊？最近？这是你这当叔叔的该问我的话吗？哎，行吧，我抽空我去看看他。不是看看那么简单，现在每天乐呵呵的，也没个喜怒哀乐，我真有点担心。你想什么呢？我们老尤家哪有那么不经事的人啊？他现在都不愿意跟我说话，我让他来队里看比赛。 一次都没来过。哎，小敏呐，怎么回事？你跟你说这件事就这德行。我吃饱了撑的，我让你去跆拳道。疼！怎么不想跟我坐一块吃饭？没有，陈志涵，你不怨我吧？我本来是不想签字的。 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，你不是挺想离开乐海的吗？所以我就签了。好，军训表现锋芒毕露，获胜狗比洋洋四样。哎，听说刘少强啊，是跟游泳队那个嗑药的，一起进的国家队。真假呀？当时张若晨是第一名成绩录取的，还有一个热门，忘了叫什么名了，临场失误，这胖子呀是捡漏才进的国家队。 没想到现在混的比张若晨还好了。师弟，湖不错，能借我用用吗？这是我的水壶。哟，这么小气干嘛呀？师哥，最近学校总是丢水壶，谁知道你们借了会不会还？ 有话好商量，师弟怎么一上来就怀疑我们的人品呢？我没有，和我商量商量怎么样？